我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听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小姐，哦不，我们太子妃说了，让你一定按照原话原封不动的转告给太子殿下。那好吧。嗯，快去吧。哎，桃子，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？我不是赶你走，不是你说的吗？ 召集会太子殿下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算了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？傻子，跑那么快。